这些事件超诡异，医师也直冒冷汗。农历七月的时候就开一个腹腔镜，钳子抽出来的时候断了一截，找了半天找不到，想不透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，那个东西可以断掉还是找不到。医师，那个走到那个阿嬷呢？没有啊，不要乱讲。他就真的有一个阿嬷，而且穿粉红色的衣服。那时候119就来了，就送了一个到院前死亡的阿嬷，而且他穿粉红色的衣服。车还没到，你人先到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